跟嘻哈吗？我看到里面有老外，我就觉得这是国际性的演唱会，所以我就嘻哈起来了，不由自主。高雄正刚是一个国际大都市，哦，虽然松，虽然那个看起来松松。从其中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，是是是，国际性的龙舟，啊对对对，国际性的观众，你讲对不对？而且吼，像这种超大型的演唱会，一般吼，我是介绍讲袂下再找咱。啊无，那白白要请，我若做市长，我嘛要请五月天，还是要请五百团来？但是可能是介绍有较贵的款，所以这边有一半的人就抱着希望说：“哎、欸，今天你跟我有吧？”安尼吼，拢会安尼收无？收无？没有，真歹势，阮两个加起来那250呢。哦，啊是恁庄刚要来参观的，但是吼，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怎么放心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边演曲的其实我那个做梦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晚上就梦见我去拜那个观世音菩萨。我讲问什么代志？高雄这场刚谈好来唱，安尼吼，啊门票安怎？观世音菩萨伊无讲话，但是我感觉是 OK 啦，因为搞我比安尼。伊支持安怎？应该是 OK 啦。安尼应该是 OK 啦吼。安尼，好好，好，表示咱今仔日今年要大出两个字，你看这个，其实四十几啊，讲要金皮的手套要给我穿，我才不要把 DNA 留在那里呢。来，哥，讲世界名曲，好，国际性的都市嘛，加油加油，世界名曲，好。